刘恺威跟杨幂刚领结婚证，吴奇隆也宣布和刘诗诗相恋。昨日就有好事者翻出旧料，称刘恺威跟吴奇隆前妻马雅舒曾经有过一段恋情，两人还曾同居。这段陈年八卦当时就被刘恺威否认，刘恺威接受媒体采访时更表无奈：我在这个圈这么多年，我们两人合作过很多戏，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但仅此而已，根本没有同居过。网友对此点评：谁还没个过去，无论真假，结婚就好好过日子。